在日常生活之中，我们时时都可以见到不少酸和碱的例子。大家都知道，一般来说酸有二十几种的性质，大酸味能够使到蓝色的石蕊试纸或者溶液变成红色，和某些金属反应会释放出氢气，和大理石、石灰石等含碳酸钙的物质反应会释放出二氧化碳等。而碱就有以下的性质，有苦涩味，有湿滑的感觉，同埋能够使到红色的石蕊试纸同埋溶液变成蓝色等。酸同埋碱除了各自有以上的性质之外，它们两者还存在着一种互相抵消的作用。氢氧化钠是一种强碱，滴几滴石蕊溶液下去会呈现蓝色，而 pH 计显示的 pH 值大约是11。现在我们慢慢将氢氯酸加入去， pH 值不断下降，代表溶液的碱性减少。如果不断加入酸，溶液会突然之间变成红色，这个时候 pH 值介乎2和3之间，代表溶液已经由碱性变成酸性，即是说所加入去的酸抵消了原来的碱。现在试着用相反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实验。这一杯是氢氯酸，如果将几滴石蕊的溶液加入去，颜色会呈现红色，而 pH 计显示的 pH 值大约是2。现在我们慢慢将强碱氢氧化钠加入去， pH 值不断上升，代表溶液的酸性减少。如果不断加入氢氧化钠，溶液会突然之间变成蓝色， pH 值大约等于11，代表溶液已经由酸性变成碱性，即是说所加入去的碱抵消了原来的酸。这两个实验结果显示，酸和碱两者存在着一种互相抵消的作用。究竟将酸和碱混在一起的时候，它们里面其实发生什么变化呢？看看这个实验就可以了解了。将氢氧化钠溶液和氢氯酸混和，然后将混合物放在蒸发皿上加热，液体蒸发走之后，蒸发皿留下一些白色的固体，这些固体就是氯化钠，即是食盐了。其实酸和碱的反应会产生盐和水，以这个实验为例，氢氯酸和氢氧化钠反应会产生氯化钠，即是食盐和水，这个过程就叫做中和作用了。以下的实验可以令我们更形象化地看到中和作用的发生。这个圆锥瓶里面的是氢氯酸，而这个所载着的是氢氧化钠，它们的浓度是一样的。分别滴入通用指示剂，氢氯酸那瓶呈现红色，pH 是2，即是酸性。而氢氧化钠那瓶则呈现紫色，pH 是12，即是碱性。现在分别放入喉管，目的是将它们抽取混合。利用这个能够控制流量速度的仪器，可以精确地将相同体积的酸和碱抽取混合。
混合物所呈现的颜色是浅绿色， pH 是7，即是中性。换句话讲，氢氯酸和氢氧化钠混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中和作用，得出中性的液体。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进行刚才的实验。这里分别有两瓶相同浓度又含有通用指示剂的酸和碱，各自抽出相同的体积。然后混合，大家可以见到混合物慢慢变成绿色，显示酸碱中和，形成 pH 7的中性溶液。生果、蔬菜等植物都需要某一个指定酸碱度范围的泥土，才能够适合生长。一般来讲，稍带微酸的泥土最适宜种植蔬菜。泥土的 pH 值最好是在6左右。但是如果泥土的 pH 值过低，即是过酸，那就不适宜种植了。要量度泥土的酸碱度，首先我们要将水加热煲滚。目的是除去水里面带酸性的二氧化碳气体，以免扰乱量度结果，然后等水慢慢冷却。将一块 pH 试纸放在一个透明的器皿底部，然后以一张过滤纸将它覆盖，再放入泥土。将头先煲滚过的水倒入泥土里，直至泥土刚刚完全湿润。等几分钟，水就会慢慢渗入泥土的底部，并且接触到 pH 试纸。将整个器皿连同泥土倒置平放，就可以清楚看见 pH 试纸的颜色。同 pH 颜色图表来进行对照比较，就可以得出这杯泥土里面的酸碱度了。如果泥土的 pH 值太低，即是过酸，究竟农夫会怎样处理呢？原来当泥土过酸的时候，农夫会放入熟石灰。熟石灰溶解在水里面的时候带有碱性，因此可以将泥土中过酸的物质中和，将泥土回复到一个比较适合耕种的酸碱度。胃痛的原因有很多，其中一种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，就是胃酸过多了。其实胃酸是什么来的呢？它到底有什么作用的呢？为什么胃酸过多会导致胃痛呢？那又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因胃酸过多所引致的痛楚呢？胃酸过多当然就是说是胃太多胃酸，或者咧係嗰個胃酸嗰個嘅作用咧係太大，胃入邊咧係有胃液，胃液嘅主要成分係俗稱鹽酸嘅
氢氯酸。由于储存在个胃里面，所以亦叫做胃酸。胃部每日平均可以制造出大概2公升的胃酸。胃主要的功能是消化蛋白质，原来要激活能够分解蛋白质的酶，是需要一个很酸的环境的。低 pH 值大概是 1.5 至 2.5 之间。因为胃酸就是氢氯酸，而氢氯酸的酸性是很强的，所以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，去给酶去分解和消化那些蛋白质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胃其实是跟我们的食物和其他的器官一样，都是用蛋白质做的。胃液里面的酶是不懂得分辨胃部本身的蛋白质定是食物的蛋白质的。随时呢，胃酸和酶是可以连整个胃都消化去的。原来我们身体的构造是很奇妙的，胃壁和胃酸之间有一层黏膜将它们两者隔开，使到胃酸是不能够侵蚀到胃的细胞。但是有时候因为种种的原因，身体机能失去平衡，令到胃液里面的胃酸过多。现在我们发现最常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一些叫幽门螺旋菌，它就会破坏了那个的黏膜的薄膜，这个胃酸就会有机会是去通过这个削弱了的薄膜呢，去破坏了个胃壁的细胞的了，这就会导致胃痛呢，甚至是形成胃溃疡那些病的了。我们要杀菌就要用消炎药，但是如果我们要解决胃酸过多侵蚀我们胃部，引致到我们胃部不适或者有胃痛这些病症呢，就必须是要用一些含有抗酸剂的胃药去中和那些胃酸。不同种类的胃药含有不同成分的抗酸剂，但是所有抗酸剂都是碱性化合物，例如氢氧化镁和氢氧化铝等。这些碱性物质会将胃液中过多的胃酸中和，咁胃液就可以回复到应有嘅胃酸水平啦。我哋可以透过实验嚟了解呢一个过程。先将含有抗酸剂嘅胃药碾碎，将水倒入胃药粉末里面。搅动混合物促进胃药粉末溶解在水中，将胃药溶液陆续加入一杯代表胃酸的盐酸里面，留意 pH 计的数值变化。好明显 ，pH 值慢慢上升，即是酸的程度减少。咁就表示某部分代表胃酸的盐酸，被含有抗酸剂的胃药溶液中和了。蚊很多时都令人觉得讨厌，原因是它会刺伤人的皮肤，令到皮肤红肿痕痒。蚊飞到人皮肤的表面时，会利用幼长的吸管插入皮肤里面，目的是要吸取皮肤的血液。这条吸管
会分泌出含有甲酸的唾液，而这些唾液可以令到皮肤的血管扩张，同埋防止血液凝固，方便将血液吸取。甲酸可以使到皮肤红肿痕痒，就形成蚊烂啦。甲酸又叫做蚁酸，因为它最先是在蚂蚁的身上发现的。要舒缓皮肤红肿痕痒，很多时候都会在患处搽上一些药膏，药膏里面含有很多不同的化学物质，原理亦都相当复杂。原来除了用药膏之外，以前的人都可能会在患处涂上稀的碳酸氢钠溶液或者氨水。将它们分别滴在红色石锐试纸上，试纸就会变成蓝色，表示它们是碱性物质。原来这些碳酸氢钠和氨水是一种比较弱的碱性物质，既能与蚊咬所分泌出来的酸产生中和作用，又不会伤害皮肤。将这些酸中和了，皮肤的血管就不会再扩张，这样红肿和痕痒就会慢慢减退的了。但是万一如果你是被那些黄蜂刺伤呢，你就不要用这些碱性药物了。由于黄蜂的刺针分泌在人体皮肤上的物质本来就是碱性的，因此以前的人会用白醋来涂在患处，一样得到舒缓的效果的。白醋里面含有醋酸，醋酸是一种比较弱的酸，既不伤害皮肤，又能够将黄蜂所分泌的碱中和。不过我们自己是不应该随便去拿药膏来去查的，或者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那些问题。因为有些昆虫呢，它们是会在刺伤人的时候同时释放一些毒素入去我们的皮肤里面，这样呢是可以会产生一些严重的后果的，譬如可以是晕啦、休克啦、那里痛啦，甚至会发烧啦，那要即刻去找医生看啦。很多工业程序都会用酸或者碱，而在钢板上面镀上颜料之前，也都会使用硫酸来到清洁钢板表面。如果这些包含酸的工业废水流入了河流海域，就会引起污染，不利于水产生长，破坏生态。所以一般在排走废水之前，都会加入熟石灰来中和过多的酸，以免污染环境。相反来讲，漂染厂的废水一般都带有碱性， pH 值大概是10至12左右。那碱的废水同样会危害水中生物，因此在排走之前就要加入硫酸以中和过多的碱。其实可接受工业废水的 pH 值是没有必要在正7的中性状态的。而事实上，香港的法例亦都规定了工业废水的 pH 值只要维持在6至10就要排放到污水渠。在这个酸碱度范围内的工业废水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就比较低了。